今天早上，早上瓷器怎样？早上我在写那个瓷器的事情。瓷器的那个报道，因为瓷器在内湖要做一个保护区的开发，那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沟通了十几年15年了还是没有办法沟通成功，所以我想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所以我就上网去找资料，就找了资料，结果发现，哦，原来是全台北已经有很多地方的保护区都开发了，对，不是只有内湖实际的那块地，很多地方做成文教区啊，做这个做那个，对。像那个本来南港不是有个兵工厂，那个404兵工厂，不是被那个台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什么郭台铭那个。本来郭台铭说要嘛。对。后来那个去抗争，就是抗争了以后就变成中央研究院要。啊。啊，中央研究院要，然后中央研究院比较会沟通。结果到最后就是通过了。他瓷器这个他们要做成什么样？他们本来15年前说要做医院。对，那后来他们抗争，有些人说不要医院，好，那不要医院，后来实际就到新店去做医院了，对，那就没有在这里做医院，这样。那现在呢，说要做国际志工大楼，啊，盖大楼，然后就2年前说要听到的是国际志工大楼，现在说要做心灵园区，它原本是一个湿地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保留地呢？它是一个山系的下面嘛，就是山最下面这个地方，那本来是就是比较低洼的地方，所以它就列为保护区，可是有低密度开发就对了。对，所以十几年前呢，就很多年前呢，政府就让财团在这做网球场。就网球场，因为网球场就是低度开发嘛，就是 对不对？可是之前那个高尔夫球场低密度开发，可是它很糟糕呢，农药喷一堆。所以低密度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好，像之前。很多低密度他们盖高尔夫球场嘛，高尔夫球场他为了要让草不要长出来果岭那些的，他们大量喷洒农药啊，那水土整个，而且因为你都把树都砍，因为那个一般没有树嘛，那个高尔夫，所以他那个都变草地，他那个树啊树种都没有了，那个栖息地有没有，你草地没有办法养多很多的动植物，那个动物的生物啊，一定要生树林啊花草啊，他一开发对不对，全部破坏掉，它是变一个人工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所以有一些地方说很低密度，可是它的第一个农药很多，它第二个它等于是生态大破坏，大浩劫啊。但是问题是，这些，环保人士不打高尔夫啊，他们不晓得，他们认为说，哎呦，没什么开发，对呀、啊，没什么开发，啊、对呀、啊，那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有时候觉得环保人士哈，都是有钱的，就是闲闲哈，我不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哎，拜托不要关灯啊，衣食无缺之下，他们在啊，这样 OK， 很多都是衣食无缺的啦。然后也是属于高知识分子，他知道这个意识嘛。所以很多人说真的啊，反而是高尔夫球迷啊。
就是高消费水准。你看那个现在在讲的很多，有一些在台面上的环保都是有钱人啊，就是有一些赞助他自己本身的生活无虑啦。嗯哼，所以有时候在谈的时候，也不是说他好坏，就是说有些在谈环保的时候是站在一个既有的经济消费能力者的人，然后对于一些想要有经济，嗯哼，哦，就是说有点像美国，他会去对那个落后国家说你不能开发，嗯哼，哎，因为他觉得说，或是说我们西部的人会对东部人说你不能开发，可是对东部人也说你们交通便利，生活不优良，那，嗯，为什么我们东部的人就要当你们的花园？我不能说，嗯，对不对，嗯哼？我为什么要做你们花园？我不能去发展我的工业、我的商业，嗯哼，我往开发就要遭受你们的这个。你们西部为什么当初不保留环保的那个？刚才西部会说，当初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牺牲了环保嘛。哦，所以不希望你们这样走我们的后尘。可是东部人说，你们都已经先尝到甜果了，然后来这边指使我们。基本上我那时候听到花莲很多人都这种心声了。嗯，对啊，你们东部西部那么方便，我们东部那么落后，那你们现在叫我们不要发展。嗯，那你这样觉得对不对？那让西部说啊，你们这要保持环保，最后台湾的热土啊。嗯，对啊，可是西东部的人哪个乐意啊？所以很多，我那时候我去查，那时候还看到很多去查的很多环保的人啊，基本上都不会缺这个钱。嗯哼，哎，所以对他们而言，当然希望保留一个环境，让他的子孙，就是说有钱人的子孙可以去享受。嗯哼。对，可是他想想看，那些弱、比较生活比较那个的，他为什么要接受？我说我辛苦，我生活那么困苦，然后只是让你们来享受。嗯哼。对啊，就不同的角度啦。嗯哼。二来。可是大部分有钱是有权者啊。嗯哼。可以制定政策啊。嗯哼。那我不知道慈济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嗯哼。对。反正他一开始买下那块地是想要做医院，那西医院人家说不行，开不能开医院，他又想别的路，又想开。其实他们，我觉得慈济有点财团化，他们都是要开发。其实不管怎么样开发，都是一个破坏。像荒野保护协会我觉得还不错，你有听过荒野保护吗？有啊。他们是怎样，就是说如果他们筹到钱，他们去就去购买土地，嗯，但是他们是不再做任何的干预了，嗯哼，就是空地了，嗯哼，然后他们去认养一些保护区去维护，嗯，但是他不做任何的人工的介入，嗯，最多只是说作为自然观察，嗯哼，那你观察也是要依照那个他们的记录、他们的规则，不是说我想去就开的吉普车啊，开什么去？你也要人工探，就把自己当做一个自然的一样，嗯哼，哎，去观察。那你不能在那边留下一些垃圾啊什么的，嗯哼。我觉得荒野保护协会他们对于的这种自然林地的保护哈，嗯，真的是有在做，了解，对。你这些资讯是那个还没有应该说荒野以后还是之前就已经之前有这样的想法了？之前就有了，因为荒野我也是应该算是我也是里面成员之一啊。啊，真的？对。多久了？你多久以前是？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成立筹备会的时候，我就在里面啊。真的？对啊。那你觉得他们都是有钱人吗？一开始有几个是，嗯哼，哎，那后来大部分人不是，嗯哼，因为我那个团体我知道，嗯哼，那后来还是找了很多志工来加入。那些是有钱人吗？也不是，嗯哼，然后当然他慢慢的有找一些，因为你要有土地或是要认养，一定要有这个 money 啦，嗯哼，我想要买土地认养圈养或是认你一个土地，嗯，很现实，就是 money 啊。嗯哼。对，当然初期他们是一群社团，嗯，然后慢慢的是一个徐仁修，
他们应该说我当初参加某一个社团啊，那是一个童军为主的一个社团。然后他们有一次找一个叫徐仁修的自然生态观察家来演讲。嗯哼。然后那徐仁修就在讲说啊，他的理念。嗯哼。然后这样之下，然后这个团体他没有参加什么协会，就是一些好像毕业的人的一个聚会而已。嗯哼。哦，然后他们就因为这样子关系，然后就说好啊，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协会，就是说以保护自然为前提。然后第一任理事长就是徐仁修老师，嗯，对。然后那时候秘书长就是这个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嗯哼。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啊？哦，十年应该有了吧？不止吧？反正就荒野刚成立那时候。哦，那我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成立的前两年的事。嗯，然后，哦，那时候你眼睛还没有？都当然哦。你是多久以之前？我是95年。95年。6年了。对。那跟王建立差不多嘛？我不知道，哎，王建立可能比我还早一点。啊？王建立比我早一点，只是他在家里好像待了2年才出来。四年。我听他说他沉寂了4年才站起来。对。你呢？你多久站起来的？多久？嗯。你要站起来算什么叫站起来？就是说恢复心态嘛，走入社会嘛。我都在社会中没有走出过啊。哦，所以你一直从你眼睛看不到以后，你都在社会上了。对啊。你已经在做事了。那时候身体很糟。啊。不过那时候我看不到，我就在找那个怎么样去训练我的视力啊，就找艾玛基金会啦，找有声书协会啦。所以那时候他们已经成立了。成立。哦。然后王建立刚好是那一年的理事长。哦。那一年了，我参加的时候，那一年他刚当选理事长。嗯哼。第一年吧。所以你一眼睛一不舒服了，一看不到了，你就找到有声书。没有，先找艾芒。艾芒 ，OK。有声书那时候不了解，因为艾芒大家比较清楚。对对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买艾芒邮票。对，艾芒铅笔。对，艾芒铅笔，艾芒邮票。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人介绍我艾玛，那我本来那时候我要去新庄重建医院，可是他们那时候跟我讲我应该是没办法去，其实我也没问啦，可是他们跟我讲我应该没办法，因为他们要住校。哦。那我要洗肾。哦。所以我在想，他们说我这样状况他们应该是拒收啦。哦。因为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啊。哦。那时候我也没打电话去问可不可以收。嗯，好，然后我就，然后他们说啊，你可以跟艾玛试试看，那我就打电话给艾玛，然后艾玛说，那给他们该做的都可以做，除了职业训练没有之后，他们都有。嗯，他当然没有像重建那么的完整。嗯，他从生活重建什么都跟你做，那不是很好吗？啊，可是他那时候我连试就没试，我觉得，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讲说我这样不可能去，因为我要洗肾。Oh. 他们要住校，然后要在有点像住校生活，我是不符合他们规定的。所以你不能，我不是不能住校，可是我都要，就你要跑出来啦，对，你要请假，就是，对啊，取肾。所以你的问题更复杂。然后他们是属于职业训练。Oh. 那他们认为，很多人都认为我不能做按摩。为什么？洗肾糖尿病有多少体力做按摩？对哈。对啊。那为什么你可以做按摩？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自己慢慢熬啊，自己训练出来啊。嗯哼。对啊。那这样会对你自己的身体会不会有妨害？身体更好啊，因为有动才有体力啊，越不动身体越差啊。哦，这样。对。可是也有说，你。做了什么？有些什么浊气啊，什么东西，这个那个的。那个哈，我自己练过气功啦。说真的，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就是说，一个心理学就是说，当我身体不好，我要找一个理由来，不是我的问题，
是某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怪罪到某一个东西上。嗯哼。后来那些身体不好，很多第一个啦，就是说他本身就有病。哦。你就这样躺在家里，你也第一个视力就会退化，就是说我在退化，我再去学按摩，视力本来就在退化。你看，那个明眼人多少做按摩，他视力有退化的吗？哦。都是一些视障者说做了按摩，视力退化。哦。啊，我那时候就说，你没做按摩前，视力有没有在退化？有。那就一句话。哦。江大姐了解意思吧？了解。没有做在退化，做了也在退化。那他说我是做了才退化。啊，是。你了解意思吧？对对。明眼人做了没退化，视障者做了退化，那再多问他，你没做有没有退化？有。那会不会更容易退化？就表示。好，那第二个，很多人做按摩哈，因为闲着没事，他生活的作息不正常。哦。比如说晚上到11点，因为视障，应该说不是做按摩，是视障的人，生活因为看不到外面或什么，所以他有时候都是熬夜啊，不知道几点了，不知道几点了啦。哎，然后喝酒啦，抽烟啊，因为生活闷嘛。嗯。那你说啦，一个人生活作息不正常，又不能运动，因为我们视障运动能力就降低。嗯。那又抽烟喝酒嚼槟榔，那你说他的这个身体会好还差？嗯。所以一个有在保养身体有在运动的，他的就没什么问题。那，很多那些说啊，我做按摩眼睛变差，身体变差，那你再问他的生活，喝酒啦，抽烟啦，那作息不正常啦，哦，那你说这种人说这样有没有做按摩，他就是会变差，他就是会差的。对，可是他总他不能说他生活作息很差，那他怎么办？我说按摩啊，不然你看他明眼人有多少人因为做按摩视力变差的？我们这样讲最快嘛。OK。对不对？嗯。有多少人因为这样子身体搞坏的？哦，那么多在从事养生馆啊，那也是做按摩啊。那为什么都是我们视障的眼睛变差，不是明眼人呢？有没有？将来我们回归到这一点，为什么是视障的越来越差，那明眼人还是没变？视力也没变啊。这个就是症结的所在啊。可是视障者一定大部分都是说啊，我就是做按摩，因为他总要找个理由吧。不然他怎么对得起他自己？他怎么可以跟人家讲说啊，我就是身体本来就会变坏，就是我眼睛本来就在退化中。对，我们很多人都会讲一个说啊，这不是我原因，是什么什么的原因嘛。对不对？啊，感冒的也不会说我自己没穿好，一定说啊，别人穿给我的。哎，你我这不是啊，这是一般人的心理啊。啊，我一定去哪边哈，怎么样？如果你戴口罩，戴什么什么，你做好防护，会得到吗？没有啦，有时候是免疫力下降了啦，他那个可能作息不好，不那个，所以免疫力下降。如果一般正常人，他为什么免疫力会下降？一定他的生活作息、运动还是什么的，那个治愈力下降了。对，哈。啊，你如果说像江妈妈这样子没有活动，那免疫力下降正常，正常是不会的。好，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可以归咎它的起因，而不是说啊，因为什么什么，而且免疫力下降他一定不会讲，一定是说别人害我的。他不会说我自己免疫力下降。他一定说别人传给我，这病毒很强，不是我免疫力不好，是别人的病毒强。对不对？你听到大概是这样子吗？啊，我叫像烂掉啊，那些病毒吼就叫就强哎。可是你想想看，他一定前面熬夜啦，或是最近打电动打得太晚啊，上 Facebook 上太晚啊，那最近没有休息好，免疫力下降嘛。就是像大姐你讲，免疫力下降。可是起因他不会说我熬夜，他就会说是别人传给我的。我同事有感冒，那我总会中那个。这个很困难哈，它这个半键半摩机，很困难把它，很困难把它。那个困难很快，很快会有撕裂。它那个，家妈年纪大，它那个肌肉很容易撕裂。哦。你用很快速的方式的话哈，它很硬的话，它那个很僵，它会出力。反正一段一段，所以我这边绑一绑，我就揉一揉，绑一绑，揉一揉，不然它那个会撕裂开来，会受伤。
那受伤江妈妈第一个撕裂会怎样，更因为更紧、嗯哦、然后江妈妈会很不舒服，而且不舒服只有一下、嗯、像我们帮她这样松，她会在拉的时候会痛一下，然后就收缓一下，她不会持续痛。她、嗯、若撕裂伤有个伤口，她就会持续痛、嗯、对。所以像那个复健师，他们都要想要很快，江妈妈一定会抵抗，因为她要让她身体受伤嘛、嗯所以他一定不要啊、嗯、那你现在就慢慢来、嗯、所以他在拉的时候会痛一下痛一下，但是不会造成他伤害了、嗯、那放松嘛，放松放松、嗯、哈，放松。我想不是我妈妈大便，因为他刚刚说隔壁哦，那有可能，因为我一直没有闻到。好，那有可能等一下打开来看看。对。那大姐今天可能等一下弄完，你就要先走，我就要先走了。好，没问题，没问题。嗯。那你，哎、欸，不好意思哦。嗯。没关系，还没。没关系，没关系。还没好，好了，大家坐差不多，我再讲。嗯。大家可以再跟下去。来，大姐弄好，我要帮她做一下运动。好。她有点痛。嗯。你觉得你能马上从这个失明的状况，然后跟社会没有脱节？最大的成功因素是怎样？一开始就不要哭，一开始就要有人，很多人，我觉得朋友很重要，嗯、还有家人很重要。嗯哼，很多人是看你这样，他会一个像啊，你受大伤了，不要去打扰你，让你静养。嗯哼，这个就是我问过一些我视障朋友，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孤立了。其实这时候最需要是别人把你当正常人。嗯哼，我一受伤就出院，就有人就说：“哎、欸，健姐，走，我们去哪边玩？”所以你没有机会脱离啊。那你眼睛都看不到了，还去哪里玩？所以就是啊，他坐在车上啊，啊，我们出去聊聊天啊，这不需要任何东西啊。啊，然后可是你不是应该要休息，让他复原吗？就是不要，因为你的身体是没什么问题，嗯哼，最主要是你的心态。Oh. 这时候大家把你孤立，你就觉得说大家把你当怪物，把你当作一个病人、mm-hmm. 你自己会觉得说我是变得怎么样了。嗯哼，今天大家都把你当正常人，你就觉得是正常人啊。嗯哼，所以我说这时候大家他们也是说，哎、欸，我出来了啦，在那边出来冲一下啊，我就出去啦，出去就跟他们嘻嘻哈哈的、啊、吃饭聊天啊，唱歌啊，那就跟我正常生活一样啊。那你又看不到唱歌需要唱啊，他们就带着我啊。嗯哼，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不到。我有很多朋友就是说，我现在很多人没联络，就是那些不就是说啊，你这样子不好意思跟我联络，让我静养。嗯哼，所以在很多人这样的心态的话，别人说、嗯、我都走不出来。哦，就是有几个人不怕我的，不怕不会，我觉得他们想得更好的。嗯哼，他们那时候还是愿意来找我、嗯、然后陪我聊天。陪我散心，然后带着我出去。嗯哼，我觉得我能够不要待在家里，最大原因就是这个。嗯哼，因为我觉得跟正常一样啊。嗯哼，啊，像大姐，你会想说啊，让我静养静养，说让我静养。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啊、对不是？如果是这样子，我可能就要好几年了。哦，那我要静养多久呢？嗯哼，你觉得要让我静养多久？让我自动出来吗？嗯。他为什么不是正常主动来找我，而是要我去找人、嗯、我会觉得说有点自卑，就是说、哦、我这样子还要去麻烦人家、嗯嗯、对不对、嗯、那我怎么找你？那不会啊，他不会，大家都跟我不联络，那我的生活圈就没了啦、嗯、啊，没有的怎么就待在家里啊，啊，这不是一个循环吗？那你觉得像我妈妈这种情况，她还没有、嗯、她还没有中风之前，我都带她去看电影啊，对啊，啊，去，我去上课带着他，我去游泳带着他。啊、那他现在这样，我是不是让他放在这个养护所，还是我也把他带出去，去看电影，也是去看电影，去干什么？正常应该要这样子。
就算看不到，其实大家有时候感觉到，他可以感觉到，而不是，因为我照顾我奶奶半年了，嗯哼，到后面他不想理人了，为什么？因为他也知道他人就这样子了，嗯哼，所以到最后他一开始会跟我们嘻嘻哈哈来讲话，到后面，嗯哼，他不理人了，哦，因为他已经自我放弃了，嗯哼，那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一直说你要找一个看护，就是说？你就带着他，然后他又觉得我就是一个正常人。嗯哼。那他这个正常人，他就会思考，他这样为什么不讲话？有时候痛，因为痛怎么样没有用啊。嗯哼。我讲了有什么用？那、嗯、讲了没用，我干嘛要讲？嗯久了以后他就不讲了。哦。哦，他就跟外面的那种感觉就会断绝，就是说我讲了有用吗？嗯哼。啊，没用，我为什么要讲？如果讲、嗯、大姐你，被养。那你叫了人家都不理你，看、啊、你养了十几次都没人理你。嗯。后来有人说你会不会养，你也懒得理了啦。嗯哼。对啊，我讲了没有用嘛？那、嗯啊、为什么还在讲？嗯哼。他、啊、就放弃了。嗯哼。对啊。差不多狮子。所以再有可能是要把人当一个正常人来看，是他会想活得像这样，你把他当病人他是病人，你把他当一个瘫痪他就一个瘫痪的、嗯、哼，你把他当一个正常人他就像霍金，你有听过那个英国物理学家、嗯、哼，他不是那个小脑麻痹、哦、然后肌肉萎缩、嗯、哼，他只能坐在轮椅，可是他是世界有名的物理学家、嗯哼，他用那他手指能这样动动，然后用眼睛在看啊，而他四处跑还四处去演讲呢。嗯哼，那一般人大概就在像江妈妈这样躺在医院里面、嗯，绝大多数的人只有他是活在世界上。嗯哼，你说他跟其他人的症状不一样吗？一样，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像一个有名的物理学家？你听过霍金吧？有。他为什么可以跟其他的小脑萎缩症人不一样？因为他把自己当作我是一个正常人，他说，我记得他那时候我看这边，他说我要做什么，我就会想办法去做到，然后也有人支持我，然后像他，他的电脑是微软特别帮他设计的，他可以用眼睛去看，然后去调整他的聚焦，他就可以动，所以有朋友支持我，然后他也把他自己当正常人，所以他各处演讲啊，什么都有啊，对啊。因为大家也把他当作一个有名的物理学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瘫痪的人、嗯、所以他也不是一个瘫痪的人啊。嗯哼，那像那个杨恩典，两没有两只手、嗯哼，你说这种人有办法开车吗、嗯、有办法写字吗？他觉得他可以写啊，所以用两只脚夹着大拇指食指夹着就写了、嗯哼，你应该有听过他的故事吧？杨恩典，有，我知道。你说他能够生育吗？人家说不可能，他说我可以，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啊，嗯、对不对？嗯、对，他有生一个孩子、啊嗯。你说他不，这种没有手的开车吗？嗯、有谁想过？嗯。那他有没有开车？他是在台湾的吗？对啊，杨典在台湾、啊。那他的车子谁帮他设计的？嗯，就不清楚了。哦。但是可是他有在开车啊。他现在还健在吗？还在啊。那最近比较少他的新闻。对。他就养孩子啊、嗯、我跟你讲，我失障后啊，全盲后我也开过车的，真的真的啊。那你怎么开？就开啊，而且我跟我一起去开车的人啊全部都撞车，所以我不会撞车。为什么？嗯，因为我技术高超啊。那你又看不到前面有没有车子，就是我厉害啊、哦、其实后来我跟人家讲别人相信，后来一讲大家都相信了。你说碰碰车，因为每个人都撞我，不是我撞人啊。因为碰碰车，你知道那个游乐场那种电动碰碰车啊、嗯嗯，大家都在玩撞车，所以每个我要撞，因为我看不到啊，所以他们都闪得掉，嗯、我闪不掉啊。嗯、我要撞他，他们是闪啊。哎呦、嗯，我只能往前看，所以我随便绕嘛。啊，别人都闪我、嗯，所以我都没撞到车，都是我的屁股被人家撞。所以他们都交通规规啊，只有我是很安全啊。嗯，我说来这边开车，我是。里面驾驶最好的，我没有撞到一台车，对不对？换一个脑袋，换一个地方，哎，
说真的，那个是不是车？是不是可以动的？嗯哼，真的可以动啊！电动车大姐应该了解吧？对。啊，那个游戏是不是大家都要玩互撞？嗯。啊，你说我撞得到他们吗？嗯、啊，大姐。那是在哪里？那个。我记得以前是我刚刚看不到，我记得在一个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面有跑跑车、游乐场。哦。哎。我以为是在那个以从儿童乐园里面。哦，没有没有，我在百货公司楼上。嗯哼。我有点忘记了，那时候刚试站第一年，我就说我朋友带我去，他那时候说：“哎，健健，我带你去开车。”我说：“卖公啊啦，以前我家里回家你坐司机。”他说：“走走走。”我说：“你们不怕死，我就开啊。”我那时候也是。以为他们在闹我，说你们不怕死我就开啊，然后不怕死走。你看，那多美好的回忆啊！我居然是这样的，还在开车。嗯哼，那你后来有没有再去开过？就开过一次而已啊。那应该再去玩玩嘛。也还好啦，因为后来我就在忙着按摩这些的，就没有了。嗯，对啊。那你学了多久就开始按摩了？开始职业？大概半年。哦，对，你的时间要早点哦，今晚几点？明仔？我知，我知，十点要，因为我把副刊车取消，我该坐捷运得去。那我等一下带你走。也可以啊。因为我等一下也要出去。好。好，我们定住就好了，定住大概三五分钟。我跟你讲，你这只脚已经定住很久了，所以我要把这只脚。拿起来那个运动一下，你可以做。不，我你压着这个，我因为我一只手在录影，啊，所以我要跟你换位置。我在录你跟我讲的话，这样，哎，好，我们换位置啊、哦。你那个阿兰，你有没有唱？上次下面给你唱，好，谢谢啊、哦。阿兰，谢谢哈，有没有舒服一点？阿兰，啊，谢，有没有？阿兰，有没有好一点？你看后吧。昨天有流一点点水。哦，这样。包括门脸上就是。哦，走。从礼拜三有去回诊，我跟医生讲。哦，这样。好了吗？好了。他是阿兰。嗯。他这边有三个。对。一个阿关，嗯，娟呐、啊，阿关、嗯，一个阿兰，嗯，一个是一个阿兰阿娟，另外一个是阿义，阿义，啊，大叶，哦，阿义，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视障或不管生什么病啊、嗯、不要认为他需要静养、嗯、他需要是大家把他去找他、嗯、所以这你所谓静养就是你不要让他身体太操劳、嗯、可是你说我去外面吃个饭跟在家吃饭还不是一样、嗯、会造成我什么体力损耗吗、嗯、不会啊，可是我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嗯、你说我在家里很闷谁陪我、嗯、我家人要工作啊，嗯哼，他叫我朋友啊，嗯哼，那你朋友也要上班啊？哎，可是他给晚上，反正他们就是大家轮流啊，我以前做业务啊、嗯，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啊。哦，对啊，嗯哼，啊、大家抽一天，因为你家人不可能每天，可是你，我说在白天，可是你的朋友可以有的人，哎，现在10:44了呢，好，你的时间还可以，我觉得，我只要中午以前到就可以了。哦，中午人家不是要吃饭？所以我中午以前到啊，我把东西交给他就好了。哦，你只是要把东西带过去。对。哦，带过去以后你就回来了。我就盖个章。然后你就回来了。对。哦，哎。最主要是交那个啦，然后为什么不用去？因为还要盖章啊。嗯。他章我就没办法先盖啊。嗯嗯。对啊。可是去那边很快啊，大概10分钟的事情就做完了。嗯哼。是坐到哪里啊？到台北车站。哦，哎，我跟你讲，嗯，因为我们要赶快弄一弄，我们要先走了。好，他们有其他事。因为我要带
陪你过去嘛。好好好，那就先这样子。这只脚也麻烦你上下动一动，因为我觉得做完了以后要上下动一动比较好。这只脚也动一动，动几下。